我应该来看看你，来看这健康啊，你就好好的。科技能够取代的是劳力，但是产业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却是无价之宝。 唯一不能变的就是它的文化。妈祖的衣服，它是龙就是龙，它是凤就是凤，它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。我不可能妈祖去把它做黑色的。